老公，我爱你。太反常了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估计最近换季了，他是想要买新衣服了，买几件新衣服几千上万块钱就没了，估计他还得配一个新包，这要是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，没个万八的根本买不到啊。最近风这么大，这来几套护肤品防晒霜那得花多少钱呢？这三个字太贵太吓人了。我爱你。别瞎说，不吉利不吉利。美女约呀，约一下。约太没意思了。嗨，美女。不约了，不约了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